天气不好怎么办呀？给你带雨伞呢。嗨。为孩子索引远方的教室，让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教育，用科技改变交流方式，让人与人、人与物的沟通更亲近，为患者索引远程医疗服务，替跨城市的人们照顾好他们的家人，从让人们平等便捷地获取信息到平等便捷的索引更好的生活，百度正努力倾听人们的需要，以科技的力量将每一个愿望变成现实，用爱为真实世界建立索引，索引真实世界。